桃园长庚纪念医院从民国1992年12月成立以来，就积极推展以病人为中心的照护，提供预防医学、急慢性还有高龄者持续性整合性的医疗。同时，我们依照病人健康需求，进行中西医合并医疗，以提升治疗的疗效。长庚医院为造福民众，本于止于至善的精神，我们将持续追求卓越，并期望透过医策会所提供的医疗品质竞赛平台，让我们和同侪可互相交流，以及一起成长。希望各位医疗先进不吝指教，谢谢各位。